我现在开始要谢谢曾姐一年来的照顾，我发个大红包给曾姐，请笑纳。太大包，这么大的红包，那里面真的是有钱的哦。这大红包是我的心意，谢谢你这一年来对我们的付出。好，来看看里面是有钱的啦，大红包啦，哎，真的大有钱的啦，我这个人怎么会过爽了吧？有钱啦。你们谢谢，你们讲句感恩的话啊！奇怪，就这样子吗？没了吗？你心太大了吧？对，啥？这么大，就这样子，没了吗？太大了吧？真是大的红包，发这个我也要，我要上传网去。啊啊，可以吧？讲句感恩的话吧，哎，快点啊！谢谢你啦。嗯，好，好吧。好，